大家好，而家咁我咧喺自家嘅附近呢个小区啊，呢个公园度咧就系、是、散咗步啦，又做咗节目啦，又锻炼咗身体啦。咁而家咧我就翻屋企咯，翻屋企就好近，其实呢度就屋企嚟噶啦。咁呢度啲人咧又懒得闲嘅，所以我咧一般咧就算系好近都好咧，都系要揸车嚟呢个公园度嘅。嗱，而家咧可以计到嘅，我住家有几远啊？其实就好远啫，就系好近啫。不过主要系呢度的确冇咩人行路。你话如果你行出呢条街度，你一个人喺度行嘅话，你系咪好特别啊？好特别嘅，所以入乡随俗咯，咁啊只能够揸车啦，呢度当单车用啊，就系咁嘅解释就呢回事。你睇光秃秃嘅，嗱，今日礼拜日，平时都系咁噶，除咗横街就系咁。咁啊，有啲人撩狗啊，唔同啦。嗱，咁啊，不过你呢度右边有人喺度咁啊，揸牵只狗喺出面撩打咧，又唔同。因为佢带只狗散步嘛，啊近近地啊咁样。星期日的中午，看看點鐘先啦。哦，下晝嘅1:00。咁而家咧，我就開始咧就不過準備煮嘢食噶啦嚇。今朝早冇出去飲茶。OK， 好又抽到先。哇！今日有瘦肉已經幫我切好曬噶，喂，啲瘦肉切好曬。咁咧，而家咧就再切呢啲咁嘅雞髀，啲雞髀啊，嗱啲雞髀 ，OK 有切先。啊，咁啊呢層皮咧就唔好咬住先，層皮啲雞髀啲皮唔好咬住，睇下唔知食唔食好添。有啲人話唔食，有啲人話食，最好啲。
雞髀就食唔到啦，因為依個兩隻雞髀咧，仲今日仲會生住。啊，啲芥蘭先，咦，整啲芥蘭食下都冇用啊！啲芥蘭，芥菜又唔係芥蘭咧，成日都係對呢啲咁嘅即係菜啊口誤啊，真係。哇，係，其實你好似嗰啲孔雀咁啊，孔雀。我以前學過噶嘛，我自己以前學過呢啲咁嘅芥蘭。啊，先頭你喺自家。出面嗰、那個我哋嗰個小區嘅公園嗰度咧，就唔係曬太陽啊，又拍啲綠牆咁。而家上傳上去，呢啲就一種愛好啦，啊，一種愛好。今晚咧就係出去食飯嘅，啊有個朋友叫到出去食飯，但係而家中午咧，咁我都要食啲嘢，嗯。因為都要唔好食太飽，我驚今晚食唔到嘢，嗯。先係咁先。大家好，而家咧就係開始咧就係打邊爐嘅，咁啊今日禮拜日，一開始準備食嘢咯，哇！有條菜先，有條菜。我咧第一次啊，自己一個人咧就係中午嘅時候咧就喺屋企呢度咧就係整個邊爐打嘅，一般通常晚上十點啊十點打後嘅。今天我沒出去的，約了今晚才出去去吃飯，所以現在中午我就沒有飲茶，就在家吃先。什麼食啊？哇，雞肉。因為咧就係平時咧就係將嗰啲咁嘅雞咧，盡量切片薄少少咧，咁先容易熟。如果太大塊咧，就冇咁好熟噶啦。嗱，呢啲咧就係洛杉磯嘅生活嘅寫照啦嚇。咁但係工作上就冇咁清閒啦。咁如果係休息嘅話咧，咁平時啊咁就出去飲下茶啊，下綠象啊。呢度行下買餸啊，咁樣都係咁嘅。幫大陸嘅生活都冇咩話好大嘅區別，唯一個區別咧就係親朋好友比較少。啊，邊度生活都差唔多一樣噶啦。好，我先食啲嘢先，肚餓啦。今朝食嗰啲麵包，等我食先。
菜唔好煮得太熟。啊，係咪呢個互聯網好咧？嚇、啊，通過互聯網真係啊，好容易就睇到啊呢咁嘅我喺洛杉磯嘅生活嘅點滴就係咁樣啦。冇咩好特別，正常咁係。都是大部分的華人的休息都是這樣，如果是廣東人就出去喝茶，如果不喝茶出去買餸花幾都是這樣生活的，所以是這樣。即係愛好拍視頻，你中意拍，其實都幾好嘅，一方便啊嘛，即係可以把你所處嘅環境全部基本上可以錄低嚟，如果你落多隻雞皮，即三隻雞皮食唔曬，兩隻咧，兩隻得。啲芥菜都好食。上一排咧，我就食西蘭花。西蘭花幫即係我反正咧，我對食材嚟講咧，主要啲苦澀苦澀嘅味道，咁我最開胃。但係咧，啲苦瓜又太苦咗頭。呢個雞皮骨都熟啦，
寫到